场。啊，防守啊，有还是还是大树本的。这边哦，还有这样。还是我应该跟他抢补，要他弹回来可怕、啊。算了，至少收集他会做事，应该了。应该吧。应该了。有我在，谁都不行。是没错。没有啊，我朋友有在排啊，看能不能排到他们。我被推去装炸弹了，这人怎么那么讨厌、啊？干仓鼠残啊！包包打我立场。我知道你手就被打掉了，一定的。我看到了。干！我被撞去、啊，被 Ken 去撞包包。转角吗？第一个转角啊，对吧、啊？第二个转角，好 ，OK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在这。啊，有一只走楼梯哦，有一只，忘记那只什么，看起来像爱心吗？感觉不太像。先别打他，我先补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太习惯先打最早的了。我开刀，啊、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后面有炸弹、哦。他刚丢的，我没有听到，讲一下。Sorry， 我的鱼被吃了。啊！直接吃一颗炸弹。一把爆掉。欧瑞莎尽量射。出来 ，BG 走开哦 ，BG。正门射。仓鼠残，仓鼠残。看。没更新成，对不起，没更新成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也没有立场。我过，我过。Miss。啊！他才刚把我立场打掉。嗯，差一秒。那个盾生成有0.1秒的时间。哦、我忘记了，没关系，应该是我平常不会注意到。没关系，我们不是职业队，职业队才要 care 那0.1秒钟。虽然这么说是没错、啊。Madness。呀！等一下我啊！我卡按键，我真的该抽开电脑了。我卡安静了，喵喵哥，我想抽开电脑一下，我的按键出问题。哦，重开哦。到底怎么喷到头的？你家厉害啊！哎呀，我没办法，但是我按键没办法，我按键只剩左键跟右键了，没有办法跟。问号。他给我锁定前进了，我真的像个智障。算了，我自己来了。好、啊，算了，我从嗯，这边进。塞门口，塞门口。我之前没有这样子的、啊、这个按键。你是键盘还是滑鼠？键盘啦，键盘有问题啊。直接买新的了啊！买新的头啦，笔电。啊，你是用笔电打？拆掉了啊！你用笔电打，你好屌哦！笔电打很奇怪，我要奶。我努力，因为我只剩前进，我的按键什么都不能用，我不能复活，我也不能飞，我就只能左键跟右键，然后他给我一直维在前进状态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怎样，现在开始准备35000，直接去组一台新的。桌垫，我有钱了，哎呦，可以清个炸弹吗？我也从活到现在的，
为什么我爸跑不到现在？我不懂。后排，后排，后排，不要说。我丢炮弹，我丢炮弹，下面左下面，左下面。哎呦！没事没事，我刀，保重保重。拉血拉血，各位拉血。啊！我不能掏小枪，我安全出底。哎，不对，我可以逃。对吼，小枪是小枪是左键右键的问题。对对，炸弹来了。好像可以逃。躲立场，躲立场。靠，这样就爆炸了。立场其实没什么用。有哎、欸，我刚刚站在立场里面，直接被弹飞而已，没有死掉。多米女自杀。可是你慈善四十滴，随便一个都可以收掉你。好，我重开电脑，等我一下。好。多米女，因为仓鼠很烦。哎、欸。嗨，哎、欸，喂，喵哥去哪了？把龙龙特捆啊，因为你不见了。你看你的声音。我刚不是说。对啊，但是大家要休息，他们想休息的。哦，喵哥休息。你看你的声音多重要、哦，对大家是一种鼓励。是不是？喵哥休息。喵哥、欸，哎、哦，他说他还有事，他刚刚说他还有事。平常都跟朋友玩，所以其实练的都是团队配合。对，我今天跟他打了，然后他到最后就不玩了。我大概知道为什么的。你治疗可以赢安娜了，安娜一开始应该在输出。我看他打蛮准的。真的？真的，他打蛮准的。我在看安娜视角。给。哎呦，教学相长。治疗告诉他。这闪光笨，拜拜。那很准啊，大一下就好了。好羡慕哦，最羡慕有准度的人了。我好想念安娜，安娜你。哎、欸，要落后。救你！救你！救你！救你 ！Nice。有谁啊？拜托。好帅啊！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啊？要看谁。红袖柱。队长，交还给我们的。拿给我。美声。没有没有。美声什么？美声什么？想太多了。美声补声优。美声补师。声优。哦。干！我刚从头到尾都在骂脏话啊！没有感觉到我凶吗？没有吗？你这个叫做一个到另外一个等级了，不一样。对啊，对。哎、欸，人家那个真就是有那种喜欢装奶的女生，才会导致有真天生娃娃音的人才会被误会，真的讨厌。你真的你自己觉得最讨厌女生？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声音是大概是哪一种类型？要看就是你怎么知道？你知道别人在想什么？自己听自己的声音跟别人听自己的声音是不一样的。我自己听我自己的声音就很正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都一直说什么什么很奶啊、可爱啊，然后什么很假白啊，干。我不会觉得很奶，但是我会觉得还蛮可爱的，因为你可能比较偏轻声线，就是比较细高，但是你不会到很不舒服的那种。啊、反正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声音。你要懂得看穿人心的、啊、那种，然后你要看他是不是很奶，然后是不是很骚。Batista。哦，操！不小心负面情绪跑出来，然后被说声音可爱，会没有办法，不开心吗？没有办法去面对，就是真的太多，以前没差，以前被嫌弃太多，你就用你原本的声音了，就原本的声音啊，我一直都用原本的声音啊。然后我用原本的声音讲话，每次一开口，人家都问：“哎，你是不是变声器？”欸、其实我有一度有点怀疑，但是我不敢说出来，因为我觉得这很失礼。那一个歌好了。不是啊，我你看人家不想讲话了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希望对面随便排应该。我说我就 level 应该低一点。对面有个32的。可以。
平面多。干，我就怕他是小号。左右上，左右上。对的。左右上，右上的。正好32的。小号32的最好有办法表扬三，一定是表扬二哟。一定是白金啊。后面。后门。走后门，他们走后门。后门你自己小心。回来啊！一排啊，他们是那个。上面我怎么补？他们突破阵啊。你不过牌，我要怎么补你？不用过牌哦。我一百，我一百够了。一百不够啦，一百被狙一枪就死哦。你射我一下，射我一下。你是哎，然后你是慈悲靠背，我以为你是安娜。我零程度，我还什么安娜？好，7-1，这样。从一开始就直接讲了，我是零程度的，我才玩慈悲。哦，对哦，他只要按 shift 就可以跟了。靠！我直接被摔在车上，安娜懂碎，安娜懂碎，对面安娜懂碎。确定不是你不懂错位吗？不要这样啦！伤心。哎呦！没有，他被晕。晕到了、欸，麦卡晕到了哦。高一奈，高一奈。拜拜，你心中的魔。是说刚三你们什么刚三？啊，等一下，我在想要不要讲一件事情。我还是算了，还是不讲了。你想说什么？就是我们有刚刚有几个队友，其实他们实力还蛮高的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一定的，感觉就出来啊。七星是大师，然后喵哥他也是，他也是大师。哦、他愿意跟我是，只是他刚开小号。他们愿意跟我这种菜逼八玩，我是觉得很开心的。所以他一定啊。然后，所以喵哥刚刚很无奈。对啊，那学长要关爱学弟啊。关我小，怕。真的啊，学长要关爱学弟。人事班，但我乖乖学弟。可是其实喵哥他好像才大一吗？他被夹住了，他被夹住了，他被夹住了。还大二，哎，立马所有二。他们立的把所有，然后全部都死掉了。安娜擦掉。放心啦、啊，我输出还是有一定的，我炸弹鼠还有一定的程度啊。我那时候玩死斗一定是金牌，我有去排过。然后回来接我，然后感动。哎呦，人好好。不用自己跑哎、欸。我家的、欸。出来哦，躲在里面，我怎么躲、哦？没事哦，没事到后。我怕。我怕。干！不要他在左边小房间，我就开大去炸他，好爽哦。还是要我好怕、喔，我好怕、喔，我讨厌这样怕、喔，不要开小枪，太讨厌了。啊！我、哦、谢谢。I love you。好死了！我被切了。还看那原子弹？哦，完了，我都。是不是都站桩啊？我觉得炸弹鼠没那么容易被碎到啊。没有，蓝衣没盾哦，自己小心。欸、左上有人啊，受不了。左上开电脑有用哎、欸，啊，就要牵得到人了。哎呦啊！可是他们四排。没有嫌弃啊，没有嫌弃。好了，是他们找我就没关系，他们自己玩，他们开心。